你们自己看，这家店有没有这么夸张？不止人潮多到爆，客人个个吃得如此忘我，而且外面还有一大堆人在排队耶。据说他们都是为了这个新鲜的温体牛来的，老板会细心的将新鲜的牛肉分成十几种部位，让来到这里的客人都可以吃得很满足。肩胛肉，它看起来油花分布没有，对，它好像没有这么多的油花，对啊，哎，记得哦，刷几下就好，要保持它的那种粉嫩粉嫩的感觉。啊，不可以小火，要大火，一口一口吃掉，一口，好的，哎，不可以小火，小火啊。小火你没办法吃它的口感，我吃不到它的口感。啊，对对，那大火呀。三香，然后就觉得很深啊，很腥什么？不是，它会完全吃得出牛肉的甘甜与鲜美。哦，那个肉真的可以一口接着一口，开始大开杀戒，大开杀戒。腋下肉是吧？牛的腋下，我真的没有吃过，我真的不知道牛的腋下还可以当做一个部位的肉来吃。哦，牛的腋下。非常的软，腋下不常被人家看到，所以很软吗？啊，就跟电视里一样，所以比较软吗？好吃哦，好吃哦！这里的每一盘牛肉都有独特的口感哦，下次有空的话一定要亲自来品尝看看。至于怕胖的女生嘛，也不用犹豫啦，因为老板都会细心的把多余的油脂跟筋去除掉哦，让你吃到最清爽的牛肉。而且这个牛肉新鲜到，把盘子整个转过来，肉都不会掉哎 ，magic！ 这个汤头啊，它是那个店家用了好几百斤的牛肉、牛骨啊，还有很多的蔬果去熬成的。哇，光它那个锅底看起来就已经满满的东西了。对啊，而且完全不添加味精那种化学的东西，所以保证是原汁原味。好香哦，有一股牛肉香。有点烫，可是好好喝。我可以了解为什么它可以就是抓住这么多饕客的心跟胃啊。这家店果然名不虚传，人潮多成这样，寸步难行耶！经过路过看过，可千万不要再错过喽。